一年之内两次发生排档大火，今次更加导致九死三十四伤。花园街的排档同附近的大厦几乎紧贴。食环署话已经加强执法。咁我哋琴日全日咧喺花园街咧，已经系准因为佢摊档太大，阻街咧而发出咗92张全票噶啦。咁我哋呢一个加强执法呢个行动咧，系会持续落去嘅。我啊证明咧，肯定咧，今日嘅会议咧就必须一定系再次做 show 嘅啫，唔系再听完之后个个喂大家所有议员讲嘅嘢。講十幾廿次啦，由上年火燭，由防火委員會、區議會，我都講幾百次，個個啲意見已經係一樣。你哋有冇意見？有冇去檢討？係咪真係可行？咁對於有意見認為要花園街嘅排檔朝行晚拆，但有議員就認為無助解決問題。至於走火通道問題，我哋喺現場附近嘅大廈樓梯發現滿布雜物，天台有僭建，但係消防話發現唔到問題。咁我哋亦係喺嗰個進行滅火過程裏面咧，我哋啲同事都話翻俾我哋聽咧，呢等肇事大廈嘅前梯咧同後梯咧係冇一啲嘅嚴重嘅阻塞嘅。有議員反映，油尖旺區面對大量冇管理、冇業主立案法團、冇維修嘅三毛大廈，議員都束手無策，批評屋宇署失當。